镇民国小仙女舞蹈团。代表基隆出赛的镇民国小直笛队，孩子们以精彩的演出欢庆全国第181座玉山图书馆在镇民国小启用喽。以孩子的需求出发所设计的缤纷图书馆，很受孩子的喜爱。我很想要常常过来，我很喜欢这边的书，这边书的很新。虽然我们已经快要毕业了，没办法用多久，羡慕学弟学妹们有这么好的图书馆还可以用。玉山图书馆呢，在对我小朋友来说，就真的是一个圆梦。现在有好多玩偶，看起来真可爱。书架变矮了，更容易拿到书。哇，有86寸的电视，看起来比较大。哈哈哈！哈哈！哈哈！哇，很多人都在玩耍。小朋友呢，他们在问卷呢，我们有做问卷，里面包含很多的需求，在这个图书馆都达成了。好，那我们也希望我们镇民国小小朋友以后会非常喜爱这个环境，而且在这个环境中呢，享受阅读的乐趣。玉山银行总经理林龙正鼓励孩子们多阅读，基隆市政府秘书长方定安颁赠感谢状，给予满满的感谢。我们今天非常感谢玉山银行哈。这个的圆梦计划让小朋友有一个很优质的一个图书馆的空间，未来我们也希望我们的所有的孩童们喜欢这个空间，也借由这个空间能够提升他们的这些阅读的这些习惯，从小就做好阅读。非常谢谢这个玉山银行，未来我们也非常期待能够跟玉山银行来合作，来做更多的一些空间的一些改善。基隆市113年学校图书馆陆续更新及转型已经超过70%，希望学校师生都能够善用新型图书馆来学习与探索。记者蔡小军，基隆报道。